这可是疗伤圣品，圣一口气都能救回来。可惜，当时没找到。哎呦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快走，这里很危险。莫大哥。 他只是游魂，并且被大量毒物的怨念侵蚀，已经不是他自己。不会的，大哥刚喊。月姑娘，不要伤害莫大哥本体，只要将残毒他的毒虫毒草清除，就能让马上莫大哥清醒过来。好的。好，等一下找到机会。 帮我扣住莫大哥，那里是属于灵力的核心，先击破他。不可攻击。 是阿尤吗？你长大了，莫大哥，已经过去4年了。4年，已经这么久了呀。这些时日，我的意识大多时候迷迷糊糊，如行尸走肉游荡，仿佛噩梦一般。 是真的已经。那时候，以你的修为，明明可以活下来的。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？你知道我和小姑姑伤心了多久吗？你是她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唯一的兄弟。如果你有事，我一辈子都会没脸见她的。莫大哥。
你可别哭啊！你不是自夸，还再厉害的走，也不掉一滴眼泪的吗？你没事，那我就再无遗憾。 他还好吗？很好，不过脾气还是那样，动不动就训我。一定是你总惹他生气。我留在这里，只是想再看他一眼。这么些年，他多次进入独症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到他。 我就会恢复意识，我躲着他，偷偷的看着他，这是我仅有的幸福。还有，若我真的投胎转世，那孟婆汤一喝，我就会忘记他的一切。我不想这样。 小姑姑她已经成亲了，那个人对她好吗？阿勇。 也让你担忧了，我这个做哥哥的，真是不称职。虽然我不在你身边了，不过看来你也有了很好的伙伴，这很好，很好。
啊。姑娘，